再来看到是为了调查狂犬病跨物种的感染情况，并且集中防检资源，防检局调整了防疫策略，要向民众宣导尽量多送验鼬獾以外的食肉目野生动物，像是白鼻星、黄鼠狼还有雪貂。而农委会家畜试验卫生试验所也列出了两大的新检疫政策，改以新地区新物种为主。台东县农业处呢也跟防检局决议，台东县不必再送验鼬獾，鼬獾尸体可以就地掩埋。